悠游卡的好处就是坐公车也可以，去捷运也可以，现在连搭 Ubike 也可以，万能。那因为我太久没有用了，所以应该被锁，我要重新登入。好，去租车，走 ，Go。所以我们今天大太阳底下要去完成这个，你敢说我敢做的任务，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骑去哪里。安坐，安坐，是安坐啦，安坐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要去哪了吗？今天就是要你挑战骑超过二十公里，二十公里。我如果开车的话，都要二十分钟哎，差不多。骑单车，哇哩嘞，两个小时吧。很健康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你敢说我敢做的单元嘛？骑单车，粉丝说要去哪？没说，只是要看我骑单车，就这样。他用希望用你的世界带他们来逛一下这个台湾美丽的台北，是台北的河畔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选了一个很漂亮的河滨公园，看这个花海，是确实蛮美的啦。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春天嘛，对，要不然冬天就看不到这个风景。带到包包上，动物神友会等下可以玩。你没有时间吗？如果这样子一边玩一边骑，要几个小时？骑不到，你可能到半夜吧，骑不到啦。哇，半夜还可以欣赏流星哎！不行，我今天晚上回去要动物森友会要抓流星，可以跟朋友约好了。那你知道除了二十公里以外，我们还有设置了小小隐藏任务。我是在一个人在太阳底下这样聊天吗？好，什么任务？就是呢，我们会给你一张图板，你要找到那个地点，然后并且完成指定的合照。哦，所以说你们事先已经去看景了，已经跑过一 round 了。哇，贴心哦，辛苦你们。那就先给你看一下第一个任务点。好，第一个任务点，这个是六福村吧？还是大溪 Westin 啊？游乐场哎 ，Hello， 很漂亮哎，这是你们那天拍的吗？哇，真的很漂亮哎，我等一下可以去那边拍照的意思吗？还是一定要到那边？一定要到啊！一定要找到这个景。找到这个景。那路过如果过错过了呢？就出发。好吧。那话不多说，好，赶快出发吧！赶快出发吧！我们今天是来游河滨公园吧？花海还不错，挺美的，只是阳光有点太给力了，好热哦！看我包了一身这么长的衣服，从头包到脚，应该知道我快要晒黑了吧？晒黑了，我就变成以前刚来的马来人。马来人啊，黑黑的马来西亚的人啊，刚来的都是每天晒黑黑的。其实不热啦，风吹还蛮舒服的。我们一个小时内骑完，一个小时内骑完。第一个景还没找到，许多人吧。是啊，问题是太热了。好热啊！天哪，我的妈呀！追上哦！太阳大到完全没办法跟上。为什么要找这些事情给自己？我就做给你看。这就是有情有义啊！哇，如果没有太阳那么大的话，应该会挺舒服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是逆风。我们是逆风少年。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残忍？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人？你们，我何必这样，眼泪一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啊，找到第一个点了，耶、yeah, ，成功！这里有一个任务，你到了之后，我们要翻面过来看看指定拍照的动作。
这个有点像古装的仙女跳舞，皇上有没有喜欢？还不错。OK， pass 吗？标准吗？经理完成了，现在给第二个景点，这是哪里？圆山大饭店，刚刚说很红的，最近。龙山寺啦。最近为什么很红？因为那个啊，零确诊的话，它这边就会有 zero。zero。所以我们要去圆山吗？那我们出发吧。出发。感觉我们等下这个团队，你会看到一个一个倒下，一个一个要倒下。哇，真的是游乐园哎，真的有开吗？到啦，到啦，是这个吗？这什么啦？反正你都在走了。看起来很简单哎，可是哦，它真的是考验我的肌耐力，会打马赛克哎。这两个你是不是看不清楚？看不清楚，可能要到现场才看得到，对不对？看不清楚应该是眼睛不好。我们补充一下叶黄素。补充一下叶黄素。年纪大了，眼睛有点花了，叶黄素代言，赶快来找我。好，升级啊，级到外婆。在乱唱。哇，真的有风，真的蛮爽的。如果太阳再小一点，现在几点了？4点。我们要骑到6点了。差不多。哦。可是我看到的是一只蜗牛哎，哪里有海洋东西啊？这只是蜗牛吧？左边这只。好了。老谢找到谢哥哥，所以我们现在第三个拍照的挑战是，还蛮像螃蟹的，这很像螃蟹，是这样啊。我们来对照一下，最近有跳 Just Dance 哦。我们第四个在哪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。槟城大桥，马来西亚的槟城大桥。但是不好意思，你今天是骑自行车哎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到这个是什么社子啊，大子啊。社子。社子大桥，好，我们 ，Let's go。其实心情不好，在这里晚上骑单车，默默流泪还蛮舒压。这一段是最舒服的，没太阳的地方。哟，我到了第四个点，社子大桥，感觉好像马来西亚槟城大桥。这个是我要挑战的动作，1、2、3，哟！你知道这个也是练核心的动作。这是我在运动的时候常练的，有吗？有。1、2、3，4。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龙山寺啊，你心心念念的龙山寺啊，它是关渡宫啊，是啊，那我们就继续前进咯。 Go 龙山寺，终于黄昏了耶，太阳要下山了耶。这里因为有点小斜坡，还是省一下力推车好了。真的这个任务不简单啊，下次来个海边的好了，海边的我帮你们埋在泥土里面的那种。
好了，我们到了最后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阿拉丁啊？就是你要是阿拉丁吗？就是你要跳起来这样。哇，有哎、欸！等等，再照一下，成功。走，在乡间里笑，我又卖花的嘞。不同的歌声在那样，我他们唱，还有音乐在吹响，可以吗？还行吧。你换二档啊，关渡，到关渡了，到关渡。挑战成功。压线耶！太棒了，我们压线成功了。好了，我们是真的从台北骑到淡水，是完全没有偷懒，没有那个捷径的，所以结束成功。现在有点恍神，因为确实蛮累的。这种体验，我相信偶尔一次就够了啊。要不是你们敢说我敢做的单元，我应该也不会这样子。哎，也算是人生蛮好的体验了。这么辛苦骑完，我们待会就是要吃美食。这是我今天赞扬自己的一个便当。这个就差不多你刚刚的600大卡了。现在我们要去做捷运呢，是一个美好的体验，就是公交车什么的，公共设施一天的体验。我很怕坐公共设施，因为我会迷路。你都口罩遮成这样，也不一定会认出来。没有，我戴口罩还是很认得。我说戴口罩还认得，化成灰都认得。是有多恨我？那我们要去绿线啊。对。还真的没什么人。嗯。左右不分，所以我们现在左边右边。你要往松山方向啊。哦，我们找到车来了。对啊，大家又跑掉了。我都快撞到了。不是快就撞到了。拜拜。谢阿健在捷运胡闹，就是耽误捷运的准时行程时间。这是结束今天的旅程哦。啊，真的好累啊，但也真的是个非常有趣的体验。从美丽的河滨公园出发，惊叹台北的自行车道规划得如此完善。不管是骑单车还是散步跑步，都不需要担心会跟汽机车争道，可以随着自己的步调享受阳光还有迎面而来的凉风。在寻找拍照地标的同时，我也看到了美丽的涂鸦，绿油油的稻田将天空染红的夕阳，沿途的风景，真的让我这次的体验更加精彩。到了淡水，一日的行程就结束了，好好休息一下，规划下个环岛的行程吧。喂，开玩笑的啦。好啦，继续期待我的下次挑战吧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你好，我是 Melvin 谢家健，我们下次见。